看都过来了，你看那么小，小也没办法，那你等我推到前面那路口，耽误我们了。来，我帮你推。啊，不用了，那么客气干嘛？干嘛这样啊？不这样我们能够吗？赶紧把我车捡起来。我怎么帮你捡起来？做官的事从来不后悔的，耽误我们竞争。300万人生意啊，你耽误得起吗？我管你多少百万，你怎么这种数字的人啊？一个乡下佬是不是要钱啊？我不要你的臭钱，不要，给你就拿。我不要，不是抬举，跟你说。赶紧把我车捡起来。把那个车捡起来嘛，这样真的很不好。再给200万，自己捡起来。我不要你的钱，要我老板捡，你有配吗？不要，来呀，自己找人捡。把那个车捡起来。不可能的，给脸你就要脸，不要唧唧歪歪的跟你说吗？等下不要你的臭钱。大哥，我打你吗？你三百。打我老婆是不是？这么野蛮的人，放我！不行，我老婆叫人了，快点去叫人，快点！我去叫人，快点！叫人，叫人也没用。快点去叫人啊！好，快点！快点叫你让你不让是吧？我说好狗不挡路，挡了不是好狗，肯定会坏的。好狗，你们这是疯狗！哼，还骂我们，还骂我们，耽误我们，你赔得起吗？放下！你不是抬举，方圆10公里，哪个不认识我们的强哥、啊？我管你是谁，当年在上海混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，跟你说，天王老子来了。现在我们强哥改邪归正做这个生意了。你就进村被你个村民来欺负我们，你这叫改邪归正吗？你这叫做恶霸。如果放到以前啊，我早就干掉你了。放到以前，我早就把你埋了。现在今天再放过你先，我们有大声一喊，放手。谁也不要你是吧？还凶吗？不要起来，安卓，两巴掌，走。老婆，快点叫人来啊！江八老，下次再见你，打一次你。还没来，那么久的，还没来了呢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是吧？是他们吧？哎，阿强啊！哎呀，大头，哎呀，真难走，你们这里路。怎么那么久了？哎，走总走总，嘿，还来？怎么那么久？我以为你们不来，我就把牛给其他人了。怎么不来？多亏你200头牛，我们在整个市场那个饭店全部签约了。已经预定了，估计保守赚2000万，2000万了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是酱牛，还有100多头在那边，哪边了？喂，这个可以吗？哎呀，挺赚的，都一样的吧？这绝对优良品质，从那个澳大利亚进口的，确定了，确定了。哎，我们就喜欢这种牛，啊、就是纯种小黄牛，是我们那里市场，绝对是 OK 的。这个先给定金，是。行，那合作愉快了。是，把那个合同拿出来吧。啊，行，来，我拿着，我去拿个合同啊。好的。好，行。哎呀，今年的牛，在我们那大市场，肯定发达了，肯定。嘿。几百万，哎，回来了。奔驰、宝马，大哥呢？大嫂，大哥去拿合同跟他们签了。哎，强哥，过去那边签合同吧。行，大哥不要签，怎么不签？这两个混账东西，不要把牛卖给他们了。
捋清那个舌头再说话。什么文章？不卖牛给他，那你不是要那个婚房吗？婚房你不要了吗？真谈好了啊，过去签合同，定金都拿来了，反正就是不能卖给他们。刚才我跟我女朋友拉电车的时候，挡到他们了，我说让一下，等几分钟到前面路口让一下他啊，很凶了，凶巴巴的，把我电车都丢到下面去了，还打我一顿，我现在那个腰还痛着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黑牛比市场交贵了10块钱一斤，你不卖是你们的损失，跟你说，你不要为了你一己之力害了你大哥那么多牛。就是，哎，你们两个说清楚先，怎么这样子对我小叔哦？好了，我基本上明白了，就是刚才你们两个把我弟的车给砸了，是不是？是我跟你打完电话，为了尽快的赶时间进来跟你谈合同，就快一点。然后他们挡在中间，响了两个喇叭，他们就哔哩吧啦都说完了。那你也不能看到人的车你就开始砸了，让人家让一下行不行？不行啊！你们这样子做，哎呀，还砸了我弟的车呢，你真的是太岁头上中毒啊！我现在车都还没推起来呢，那是误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批牛也是我弟辛辛苦苦帮我打理的，没有他的打理，也没有那么优良的品种。哎，你们这样子做，我很生气。这样的人品的，俗话说，不相识就是。既是你的弟了，都是一家人。来，可以多给一点钱。哎，多给一点。老婆，把那钱还给他。谁叫你们一家人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多给一点啊！不稀罕你们这些钱，人品素质太差了。真是荒谬！好，陶总，如果我不要你这批牛，你们的会在这个市场低很多。你整整一亏200万，你信不信？你哪里有这么好的价钱呢？是啊，大哥，你们自己想处理，怎么处理就处理吧，反正事情跟你说好了，我走了。行，跟你说啊，也就是你们来之前有一个大客户给我比你们多了整整5块钱，我还想着守着诚信呢，因为毕竟我跟你们谈了，然后呢想把这个牛卖给你算了，第二批才卖给他，没想到你们这样的人品，我看这次生意还是算了吧，你们这人品真的是不值得我去合作了，好吧，请吧。哎，不要啊，我再加10块钱。没用了没用了啊，现在我是怀疑你们的人品有问题，以后做生意你可能也会那个拿着那牛什么之类的，又说什么毛病呢，我就更难搞了。走，滚，走吧。你一定要跟我们签合同，滚，不是抬举，滚，走。哎呀，抖总，哎，抖总，滚。哎，这么没素质的人，这顿人品那么差，要是我们真的跟他合作，那些牛肉说不定啊，3天2头就会搞那些小矛盾、小问题出来，更难搞。是啊，走，不值得合作。陈哥，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合同签不成，要亏200多万的？哪里有那么多钱啊？叫你们这么的冲了，现在只能卖车卖房了。哎呀，那卖车卖房赔违约金也没办法了，把老婆卖了吧。哎呀，卖老婆，卖了可以去振聋啊。